我没看法，政府觉得我们该移，我们就移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老二、老三、老四他们怎么想？我抽空问他们一下。哎呀，你怎么说呢？你是一家之主嘛，你说了算嘛。这个长兄如父啊。高站长，都什么年代了，现在都要讲个民主。不过呢。 我们这个家呢，确实还有些具体的情况。你看啊，这么大个家，兄弟又没分家，哎，我们到上海是要住在一起的呀。哎呀，这一点啊，请你放心。按照国家移民安置政策呢，是三五户到一个地方去住，不会把你们分开的。来，接着说。 没了，没了。哎呦，那你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特殊要求？你比如说是，高镇长，我们相信政府，政府不会亏待我们，该给我们的一样都不会少。哼，那是那是那是。那老二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 我们就在这儿歇一下啊，老二，把马牵去拴好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坐下。来，大哥，坐。马拴好了啊，拴好了。 歇一会儿啊，我们兄弟几个把移民的事儿啊再议一下。好，好的。议什么嘛，大哥？还是你去找移民干部，表个态就完了嘛。哎，大哥，你说我们到底移不移民呢？那你说呢？我说什么呀？我们都听大哥的，是吧？对，就是啊。真的？对。老四。 你的婆娘娃儿咋看呢？我们还不是听你的。那好，在家里啊，老婆孩子一大堆，说话不方便。今天我们几兄弟就在这儿，把移民的事儿定了。啊，好，好的。这个移民的事儿啊，我想了半天，我们家不能移民。 你们想啊，人们都说，我们这个地方，一匹马是半个信用社，五匹马是一个银行啊。我们能过上好日子，全靠这些马啊。嗯，到外头去，有马路，有汽车，哪个还用这些马呀？嗯，靠运输赚不到钱，我们全家去喝西北风啊。所以啊。 我们家不能移。如果政府逼着我们移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大哥，跟政府对着干，要不得呀。我们家不移民，但也不能和政府对着干。大哥，恐怕不行啊。那些干部说，我们清溪村全部都要移民。<笑>你们知道啊。 这个共产党是最讲政策的，如果要是我们不移民，也得按政策办。<笑>
哎，大哥，那个政策里头还有不隐秘的政策呀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别想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小美，线索可靠吗？你放心，绝对可靠。人家昨天还看见江鱼江水在这条江上开着一艘船呢。江鱼江水，看你们这回往哪儿跑？好了，赶紧走吧。 你们是一名干部吗？这还能有假？那好吧，你们等一下。谢谢啊。哎，瞧你这身打扮，怨不得人家怀疑你。你说我是不是要脱离群众啊？不，我干嘛？你看你穿的像个旅行者一样，哪像干部嘛？ 我明白了，我为什么找不着江一江水了，就我这衣服，好比抗日战争的时候的日本鬼子军服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大老远的这目标又明显，八路一见我早就跑了。你才知道呢，那我以前说你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？新时代的干部就是要有新时代的精神，哎，时尚怎么了？时尚是一种进步的表现，爱美怎么了？ 人类要是不爱美，就不会有文明的进程。小美，I服了哟！你看我现在不是反思了吗？我平时也是满怀热心，对移民们也是一片赤诚，可他们就不愿意跟我说话，就算跟我说话了，也不像跟你跟老蒋那么贴心。我看做移民工作，不光是满怀热心，更重要的是要有工作方法。知道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嘛。 不过有时候你还是挺可爱的。那你倒说说我哪儿可爱？哎，你这人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。哎，找到了，这艘渔船是上里村李双喜他们登记的。啊，上里村李双喜是吧？谢谢啊。快走。到了。 老乡啊，谢谢。你倒是快走啊，别磨蹭。你倒是快点儿。那你干嘛呀？一直笑没完没了的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怪怪的。从背后看吧，像个跑单帮的。可一回脸儿，怎么说呢？ 有点四不像，感觉像高大炮的赝品版。你还真没完没了。太好了，可能是我看惯了你以前的模样。你再说了，你总得给人一个适应的阶段吧。叫李指挥。嗨，李大头。快走吧。
啊，噼啪啦干嘛呢？你想想江鱼江水都给你来啊。我知道了。其实我是怕你影响我睡觉。嗨，雨花啊，给什么呀？文布丁。小梅，小梅，来了，快过来！真的？那儿呢？在那儿呢？哎呦！哎呀！别急，别。还真是，终于等到了。看你们这回往哪儿跑，盯紧了。我也跟你一起去。你去干嘛呀？是老爷们的事儿。哎，雨花，你歧视妇女？没有啊，你想，三个大老爷们在船上待好几天，这比方说，这要方便，这站船头都行。那你去怎么办？那等我吧。哎，雨花，那你小心点儿。我知道了，你也小心点儿。我不在办公室啊，有事儿吗？是这样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回乡移民外迁资金的问题。我和小戴仔细核算了，这部分资金呢还差50万。哦，我也估算了一下，大概也是50来万。但是今天市政府下了一个文，让霞江在全市行政事业部门筹集这笔钱。不过，市里这是要我们当乞丐啊。这事儿有点悬了，一来呢，我们还得一家一家上门去要；二来，如果人家不给钱或给不了这个数，怎么办啊？是啊，如果这个缺口补不上，那回乡移民可是迁不出去啊。这就要看我们努力了。如果尽了力还凑不起这笔钱的话，那就只能由市财政和县财政想办法了。县里哪还有钱啊？县里出力，市里出钱，这可是原则问题啊。林县，咱俩碰一下吧，啊？行，那一会儿办公室见吧。他忙了一整天，还要出去啊？有什么办法啊？这不是有事儿吗？你弄好了也早点回家啊。你是谁啊？出来，出来，快点！鄙人姓李，名华，想必我的名号二位大哥是听说过吧？是你啊！不错，本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李华。你跑到我们船上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？交个朋友。我们要去万川，几天才回来？没关系啊，我把行李都放船舱里了。这两天我跟二位大哥风雨同舟。好啊，李干部，反正我们俩都是打鱼的。要是你不嫌弃船上的生活，想去体验一下的话，那就一起嘛。太好了，哥。
去开船。哎呀，李干部，你站都站不稳，还怎么跟我们风雨同舟啊？向书记，江鱼江水找到了，已经派人上船啊，去做思想工作去了。只要人找到了，做工作就有对象了。有什么情况，我随时向您汇报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向书记，我们这次一定要吸取大西北移民的沉痛教训。现在不管做什么事儿，哪怕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我高大炮也要再锤上他两锤子。您放心，一切正常。哎，大炮。我家里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回来做工作？啊，不用不用，向书记，我去你们家除了吃饭就是喝酒，什么事儿都没干。你四个哥哥都同意移民，态度特别好。你妈就更不用说了。我妈，我妈她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身体非常健康。你放心。大炮，谢谢啊。甭谢，向书记，我先挂了啊。哎。来，我请二位大哥喝酒。哎，哥，好酒啊！你给我们倒酒，你怎么喝的？我不会喝酒，我喝啤酒，你们喝白酒啊。敬二位大哥，我先干了。哎哎，我哥最喜欢吃的就是鱼肚。哎，哥。干什么干什么？不懂规矩啊？你不懂规矩还是故意的？船里面东西能翻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头一次上船，我真的不知道船上规矩。要么，咱们边吃，哎，边聊聊移民的事儿。我上门找你们好多次了，可每次都没找着。这次啊，我把政策都带来了。我先给你讲讲移民政策。江水兄弟，看看，什么酒？荔枝皮，饮料啊，这哪是酒啊？哎，哥，你看看，这哪能喝呀？李干部，喝这个。喝这个？不喝这个，你跑这儿来干嘛？我真的不会喝酒，我一喝酒肯定醉。喝了这碗酒，我就跟你说移民。你要是不喝，那你就什么都不要说。江水兄弟，我真喝不了酒，我一喝酒肯定就……我哥不是说了吗？要么就喝酒，要么就一句话也别说。真把这碗酒喝了，你就听我讲移民的事儿。我说你咋那么啰嗦呢？你喝了我就听你说。
李干部，你能喝啊？来来来，咱喝点。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把这碗酒喝了，你就听我讲移民的事儿。我把酒喝了，我能说话了。这个是移民迁入地的情况介绍，这个是移民政策，还有这个是移民干部工作纪律手册。你要犯了哪条，你可以告我。这是电话。首先呢，移民政策里面有好多条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移民一定要自愿。我不自愿。你不自愿，你是不了解国家的政策，有很多，还有，我这，补偿，移民，是国家建设需，我说李干部啊，你不能喝就不要逞强嘛。还能喝的？移民？我不移民。我跟你说，长江就是我们两兄弟的家。我们两兄弟只要愿意动，在这个地方每年能打好几万块钱的鱼。你就是把嘴说破，我们也不会移民。李干部，哎哎哎，这，看见这火锅没有？移民移民，冲着这火锅我们也不能移啊。这一天不吃我们就要生病，三天不吃想都不敢想。重庆的火锅，长江的鱼，哎呀，你到哪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火锅啊？他喝趴下了，不管他，我们吃我们的。喂，幺妹儿啊，好好好，好，我们都很好。是幺妹儿的电话。哎，幺妹儿，我叫咱妈跟你说两句话啊。哎，妈。幺妹儿啊。妈，你都好吗？过来之后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？幺妹儿啊，你哥跟嫂要给你打电话的。是我不让他们打，我怕耽误你的事儿啊。你现在是书记了，有一大堆的事情要管的嘛。妈，等我忙完这一阵儿，我马上回来看你啊。幺妹儿啊，妈也想你啊。幺妹儿啊，妈就是有一件事情放不下，你工作再忙，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到哦。妈，别说了啊。哎呀，幺妹儿啊，你不要嫌妈啰嗦。你现在是书记了，你在妈面前还是孩子哦。你年纪一天一天的大了。喂，妈，我有个电话要进来，我待会儿再打给你啊。幺妹儿。幺妹儿，喂，你好。啊，向书记你好，我叫杨兴国，峡江中心公司的老总。哦，哎，杨总你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有点事儿想找向书记谈一谈，不知向书记什么时候有空？我这两天都特别的忙。哎，杨总，你要是乌江大桥工程的事儿啊，你就直接找林县长联系就行。啊，不是，向书记，听说那批回乡移民要重新迁往上海。县里还有一部分资金短缺，我找向书记主要是想谈谈这件事情。好，好，好，啊，那中午咱们一块吃饭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那下午三点我在办公室等您。好的，再见。成了。成了。到底是徐总啊，要不是你出这招，我怎么能靠近向书记呢？稍等一下，有点小意思。
谢谢。哎，哥，你看他睡得跟死猪一样，要不偷偷的把他运到达镇去，让他被人家笑死，看他以后还有没有胆量找我了。嘿，李干部，你要把这江里的鱼都醉倒啊！你还真想把这江里的鱼醉翻啊？这叫回魂酒，听说酒量都是这么练出来的。我想跟二位大哥交朋友，怎么能不喝酒呢？不要理他。好网，真是好网！哎呦，这一年就是好几万的票子啊！听人说，你们见了高大炮就跑，这纯粹无稽之谈。你们怎么可能会怕高大炮呢？我都不怕他们啊！像我们移民干部找你们找不着，不是因为你们怕我们、躲我们，是因为你们都有自己的事儿在忙，不愿意搭理我们。其实，找你们这么久，对你们也有了一些了解。你们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你们要走自己的路。就凭这一点，我佩服你们。就像当初你们去西北移民，为什么那么积极？你们不是要去种棉花，你们知道，在库尔特旁边有条河，叫白水河，那里面有一种鱼叫狗鱼，味道非常鲜美。你们到那儿要开辟一片新天地。可自打你们到那儿以后，就冰天雪地，直到你们走啊。说些屁话。我来帮你吧，过去，自己坐着。你要是掉到江里，我这个网能网你这么重的鱼啊？杨总，你真的能出这50万？当然，我怎么敢在向书记面前信口开河呢？向书记，你放心，我们中心公司的实力啊，你可能还不太清楚。小丽，向书记，这是我们公司去年的营业额账本，请你过目。先去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向书记，你放心，我捐出这50万是绝对不会影响到乌江大桥的工程的，所以啊，向书记也不要有什么顾虑。我没有什么顾虑，这是你向移民捐的款嘛。不过，我得跟你说清楚，这可是无偿的啊。当然，当然，向书记，您放心。我的父母，我的哥哥姐姐啊，也都是后靠移民。为了做移民的工作啊，你们真是没少辛苦，也没少受罪。所以呢，我杨兴国捐出这50万呢，也算对你们工作的一点支持，啊，不是对伟大的三峡工程的支持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小戴。啊，就按照你们的思路去办吧。另外呢，你赶紧来趟中心公司。你们的50万的缺口找到了，我现在就在中心公司杨总的办公室。我马上要回县委，有个会议还在等我。好，具体的事项呢，你跟杨总经理面谈。好，就这样，嗯。我不喝了，我得走了。杨总，我代表峡江县委县政府向你表示感谢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县移民局的戴局长过来跟您具体谈。肖书记，你别走啊！我今天晚上在峡江城酒楼啊安排了晚宴。请向书记一定赏脸参加。谢谢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我有个会议在等我，我真的得走了。真的不行。真的真的。那就改日吧，改天请向书记一定赏脸参加。好，改天。向书记，我们峡江能有你这么一位又美丽又能干的书记，真是有幸啊。我还不太习惯别人这么夸我呢。好吧，杨总留步，再见啊。好。哎，向书记，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啊。好。俗话说得好，百年修得同船渡。我敬二位大哥一杯。哎哎，
不麻烦你了，李干部，我们两个自己来。来，哥。其实说真的，我要是你们，我也想不通。这移民跟咱们渔民有什么关系啊？咱们一不占国家地，二不占国家房子，天当被，水当床，井水不犯河水吗？他大坝蓄水，蓄呗。就算水涨到天上去，他能掌握这船吗？再说了，这移民上百万呢，少来打鱼的，谁记得住啊？到时候这坝照修，电照发，船照通，等过了这一段风声，不又风平浪静了吗？这岸上有鱼贩子的暗号，这船上呢，又有这多变的鱼号，还愁躲不过吗？你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在这闹，这峡江可没有盖儿，再闹我就把你丢下去喂江豚。大哥，听说你前两天去过清溪河，之前还去过长江口。这清溪河呀，可是咱们渔民未来的天堂，有天然的鱼礁，有冬季的鱼窝，有夏日的鱼湾。到时候，175米水位线一到，本地的渔民都去安徽了，外地的渔民就算他来，他也不熟悉渔情啊。一样的江豚，一样的江鸡逐浪，比起那长江口风高浪急，比起那争鸣岛人地生疏，不强多了。尤其是舟山的、成吨的捕鱼拖网船，那咱们渔民又没技术，又没本钱，怎么跟人家比啊？到海里打鱼去？不被鲨鱼吃了就不错了。哎，那可不是峡江的渔民撒网的地方，井底的青蛙还是井底下好。够了，我跟你说，不要再这样闹了，再这样闹我就把你放到山上去。我乐行吗？啊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你再说，哎，再说我真的跟你。哥哥，算了算了，我们不跟他说了，我们俩说不过你，喝酒啊，看谁喝得过谁。哥，算了，啊，明天喝，明天接着喝啊！拿酒来，明天接着喝。没醉，拿酒来。睡觉吧，啊！我没事，明天接着喝。拿酒来，给我，拿酒来。小心头啊！拿酒，我没醉，我没喝多。哥，又喝醉了，咋办啊？明天上岸，把丢下去。李华，大鹏，你是说李华上船去做江鱼江水的工作啊？是还是不是啊？是，向书记。你放心，我们正在派人去找他们。那你是说江鱼江水把李华带走了？是，向书记。高大鹏，李华只是一个青年志愿者，他并没有做群众工作的经验。你为什么要派他上船啊？他是他们的对手吗？向书记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要找到江鱼江水，当然包括李华。高大鹏，要是李华出了问题，出半点问题，我拿你试问。你可是跟我立过军令状的。上海移民对接代表团的人就要到了，到时候你还是找不到江鱼江水，结果不用我说，你自己心里明白啊。是是，向书记。如果找不到他们，做不通思想工作，我高大炮马上辞职。高大炮。这不是辞职不辞职的问题，是事关我们峡江移民工作能不能按时完成，关系到我们三峡大坝能不能按时蓄水的问题。
我把全体人员都集中好了。江书记，哎，林先，累了吧？给你冲了杯咖啡。谢谢。哎，这达镇还没有消息啊？还没有。我听说上山去找江鱼江水的是那个给你发短信的志愿者。是的，我也是刚刚听说。这高大炮也真是的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交给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来办。话也不能这么说。李华可能还是很有激情的吧。做移民工作光有激情是没用的，还要有方法。移民就是移颠嘛，这是高大炮同志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。我想高大炮之所以能用李华，可能就是因为李华的激情吧。对爹娘做工作，有时候光靠方法也是没用的，要有点感情和激情的。其实我心里也特别着急，咱们再等等看。再等等吧，赶紧喝了吧啊！哎，对了，向主席啊，我听说安置回乡移民的50万缺口，杨兴国给补上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这是好事啊。不过杨兴国这个人，我接触的比你多一点，你留点心吧。哎，林先，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啊，我只是随口一说。啊，行，我过去了。哎，喂，大炮，李华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向书记，我们已经派快艇正在沿江去寻找。你们还有别的措施吗？另外，我们已经集合镇上的所有干部，正准备出发呢。
江宇，你不用这么敌视我，我李华不是你的敌人。李干部，谢谢你陪我们风雨同舟。你还好意思笑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地球围着你转吗？你以为靠小聪明可以吃一辈子吗？那你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做你的梦去吧，你坐井观天，你的井口就这么大。水涨到175米以后，你以为鱼都跟着你屁股后面跑吗？用实际行动感化了村民，村民们终于答应迁移。与此同时，峡江县老城的搬迁工作却并不顺利。正当众人焦虑的时候，有人从长远角度出发，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请看《国家行动》第14集。